先看这一球，出棒反方向很高，向后退，向后退，看着球紧接去，跳起来吗？飞出去了，千里之外。哇，这个球啊，大力林哲轩只能看着球中间方向最远的距离 ，Home run， 还是千里之外，再送你离开一遍啊！已经刚刚躲过一次了，这一次打更远，单场双响炮。哇，这个训练的那个秘方真的要教一下，那个力量怎么来的，真的是太恐怖了。刚刚才讲第九轰，现在第十轰就出来了。那如果另外一边詹子贤没有开轰的话，那这个朱玉贤就是本季第一位达到双位数全垒打的打者。是。